啊？清唱什么？所有。什么叫所有？清唱。那我就唱来一首阿妹的歌好了。开玩笑的。所以真的要清唱吗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我要唱什么、啊。比赛。比赛。什么、啊？我被祝福幸福歌词，可是现在明明很被祝福啊！我我说大家啊，有歌词了，什么什么？有歌词要不要？要要要！来歌词马上来，我清唱你哦，我清唱，我会得到什么好处？我清唱我会得到好处吗？有，你好，你们就会因此多买几张专辑，或是买 S Y M 吗？等你十八岁，好，好，等你的十八岁，好，就要看 SYM 两年后会不会那个，我讲话刚有点台湾腔。SYM 两年后如果还找我代言的话，你们就有机会。如果他们不找我代言，我就立刻找别家，气死他们。哇塞啦，我来两年后息影都很难讲话。我们先来今日事今日毕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哪一首来？好像朗读哈、哦，这很难呢、欸。怎么？从哪里、啊？你懂我的酸，我懂你的难。我们有谈，却不知浪漫。爱不是展览，何必给谁看？随别人，随别人。怎么唱啊？可以，我现在可以 miss 可以唱吗？我就这样情何以堪啊，你是这样，你可以看一下我头发吗？要我那我扶你拨头发。不愿意，不怀疑，不哭泣，不委屈，不逃避尖酸的耳语，去甜蜜，去开心，只是犯了不被祝福的委屈。把第一，把打击，把想终于的话用幸福忘记，那么的亲密，那么的确定，在你怀里不会被远离。这样是好不熟的，好不熟，不熟到一点。我要满足了吧，满足了吧。这样 OK 了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啊、我们希望在澳门演唱会的时候。